爹爹怎么了？都是臣一时糊涂，错把两个人化成了逆臣李百洲的妻族。为什么？哪两人？前御史忠臣陆英和妻子陆文普。是春雪呢，哥哥今天下场一定会动王手的。 哥哥，慢些起。哥哥，哥哥，起床啦！哥哥，今天开榜了。好香啊！我也想去。阿西，是爹爹回来了。哥哥，你傻瓜！谁是傻瓜？ 哥哥，送你出城去。哥哥，别怕，哥哥不在。这就是陆忠诚给老夫的答复。我辈的确应当为儿郎提前到路，开创新的世界。是吧？阁下一定把他收下。无礼。是臣无耻，也无心。是臣无耻。大郎，你觉得遗憾吗？啊，只是害怕。爹爹害怕你们怪罪，如果真说有怪罪爹爹。 只为我吗？一个人，微末温馨，生别离，还有什么事情比活时的别离更加悲伤？万世归心，临难不灭，无耻日，我们陆家没有，你就帮哥哥一次。 自个儿行去。别轻易到时候成心成意的向我的至亲之吻谢罪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阿西。